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将冰喺五分钟之内融化到超过五立方厘米嘅水咧？而家喺装置里边嘅冰咧，即刻慢慢咁融化，而周围嘅温度大约系15度。如果要将冰融化得到五立方厘米嘅水咧，大概需要40分钟。咁究竟要用咩方法可以加速冰嘅融化咧？而家啲冰块正系自然咁融化。如果而家我加咗一啲雜質，例如鹽，大家睇下啲乜嘢嘅變化。加咗雜質，例如鹽，可以將冰嘅冰點降低。如果將啲冰加壓，又或者將佢整碎，又會唔會有助冰塊嘅融化咧？